九万里风鹏正举，宏图路跃马驰骋。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且铸造了英雄的时代。首都北京皇城脚下，奥运村北侧，2001年4月8日，九鸿重工集团北京公司始建于此。齐鲁大地，礼仪之邦，书画之乡，高唐。2011年4月8日，九鸿重工集团山东公司壮大于此。13年跨越式的发展路程，飞天鸿、今飞天鸿、九鸿重工三次企业升级。九鸿重工集团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迅速成长为建筑领域及创新、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工程机械企业集团，集团下设5家子公司。九鸿重工集团北京公司始建于2001年4月8日，总占地面积200亩，下设北京九鸿重工有限公司、北京九鸿工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北京九鸿贸易有限公司和国际机械商城4家公司。九鸿重工集团山东公司注册成立于2011年4月8日，总占地面积140亩，总投资约10亿元人民币，预计年产值50亿元人民币，实现安置就业3000余人。九鸿重工集团研发中心承担着集团公司产品技术和工艺的研发与创新，拥有30余名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中高级工程师，凭借专业的技术力量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有力支撑。九鸿重工集团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及多项国家专利，并获得国家级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国际 CE 认证证书和 GOST 认证证书。鸟巢、奥林匹克公园瞭望塔、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奥运媒体村、央视斜塔、北京市生物研究所等国家重点工程，无不彰显九鸿重工的光辉业绩。上海宝马展、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展、巴西工程机械展、越南国际机械展等国际级行业展会，无不留下九鸿重工的执着身影。九鸿重工集团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等起重机械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施工领域，并远销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南美、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九鸿重工已成为中国著名品牌，享誉国内外。九鸿重工集团全体员工以产业报国、科技兴邦为己任，致力于向建设人类美好梦想家园提供精品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民族自豪的国际化大型工程机械企业集团而奋斗。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3年厚积薄发，13年卓越奋斗，13年创新不止。回顾过去，九鸿人无愧于历史；展望未来，九鸿人以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信心，以更加开阔和博大的胸怀，去迎接崭新的荣耀和挑战。